吴昕被淘汰，杜海涛一个小动作显暧昧，沈梦辰看到会怎么想？杜海涛喜欢过吴昕，全世界都知道。那个时候，杜海涛总是跑去跟吴昕男朋友说自己喜欢吴昕，弄得对方尴尬且被动，久而久之也就分手了。可是自从乘风破浪的姐姐开播，关于吴昕、杜海涛、沈梦辰三个人的讨论就没有停下来过，就连在节目里，吴昕、杜海涛也没逃过这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。杜海涛呢，则笑称当然是吴昕，因为梦辰已经淘汰出局了。早在表演结束之后，杜海涛就把吴昕鼓励哭了，可以看出彼此真的是很懂得对方的人。这个动作看似很体贴，可作为一个有女友的男生，海涛的行为还是太过暧昧，超出了一般朋友的亲密程度。沈梦辰看到该作何感想？当年吴昕和杜海涛一起参加闪亮新主播的选拔，两个人很幸运地一起加入了快乐大本营。